左右摇摆，对，是跳吧？为什么要左右摇摆？稍微稍微停一下，我知道有点步伐阑珊，就是你现在是模拟，是有点像是你那个你哭，没有，不是啊，现在不是走哭，就走，然后走到这，哎，不对啊，我要转头呢，什么鬼啦？我要转头，我是要这样子，那你就走进来，然后转头就好了，可是这样走进来这里。你可以在你那个上面那一阶石头那边，其实转头也没差。我们后面不是没有转头吗？你要转头要干嘛？我是要转头微笑，我是要有点这种半转的微笑，这样子笑，那就在你现在在那个入口那边就好了。可是我这样走进来的话，这个概念为什么还要走？不用走吧？对啊，直接回头就好了。就是走前面的定点啊！你的意思不是走进来？没有，我们你是要找到定点而已。我们是哭戏嘛？就是哭，然后走进来，走到一个定点，然后我们就拍他看到刚刚他们求婚的画面，然后幸福抱抱，然后再转回来，然后看到他 ，OK， 露出微笑这样的。那就是直接走到这就好了。对，就是站在一个定点这里，然后看到。